啊，我那下昼，我那十三项，上上迄十三项，做了特别烧起啊，啊，坐了去食饭，伊讲听妈妈祈祷祈祷，啊，两个祈祷，我祈祷了，我的饭那变那是安刷遐尼块，我对面的一个人，伊那人比较欢笑的啦，我去无食安怎好啊？啊，你后下我那食会了，啊，我食袂了要安怎？你知影我是啥物代志？咱那当然拢过，那你早走，你听无？咱平常时阵甲我攀比食了了，哇！安尼啊，我讲我会惊死哦。我咧讲食袂啦，拢干安尼啊，你去捡去吃。伊这个人就是咧，一路讲你，我都袂使等伊掉人。我好讨厌啊！我咧惊到要死啊！啊，我刷落去啊，搁无，所有菜剩咧无，高丽菜、菜叶啥物，一支拢甲我摕起来食了了。到尾啊，做就迄个头家娘，听妈妈做死咧吼，恁食无饱，食到干干干。你搁差三盘嘞，等阵啊，我叫你吃了了。不是，你无够，是等阵啊，唔敢拍算，安尼你搁差三盘嘞，你吃了。我出惊哦，我到尾要等伊去，我讲一遍，等下东干西西吼，安尼，真个想不要个死咧，去安尼吼，真过，可能咧坐了，一日就死啦。叫做，个少年嘞不要紧，较纯的，你搁再等我看，一个一个推到。尴尬啦！你后日刚刚结婚，我袂对无？你后日看无？哦，我刚刚无，你看是？伊个讲头家讲到天昏地暗，讲到阴间，讲到别多咧打鼓。头家讲头一个进来，就做了下面啦，讲到最后，伊要离开咱个东西。我传几下，所以咱个姊妹去参加伊个告别式。我一个姊妹同我讲，听妈妈，以后等一下那个记者来访问你的时候，你就甲讲。陈定南，我叫书记哦，国民党害死的，我讲好，我知。伫遮到遐要去火葬场的东西，那个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人转，伫遐个红门啊吼，我甲手进去到火葬场的东西，我看到咱台湾人也要杀去嘛，那块无人已经走哦，我搁想我这摆较无你，你走去倒呀吼，那是咱台湾人的一个也唔甘心。我讲我手真贵啦，我脚软贵贵软贵，我勒大声讲，我讲当部长，你是国民党个，你害死哦！我讲我做大声，我啥呢？到尾了，记者来问我，讲你为什么说陈部长是那个国民党害死的？我讲对，当部长吼，你会使讲伊乌毛啦，还是你讲伊安怎样个原因？你袂当讲伊歪哥，伊第二歹哥对你选举咱关键个当时。给你少年来追我，而且我适当的人选，伊讲我必须回去，所以跟你算，结果国民党他踊跃的做，他不是那个乌白做迄阵啊，讲伊喊伊讲伊会选咯，这对伊是那时候讲那个，不是讲王浩的征召不能怀疑啦，这真的你什么都可以骂他。只有这一句话你不能骂他，所以我讲说，当部长你就是国民党害死，我敢骂三声。我相信当部长的在天之灵一定会讲哈，天妈妈你又来了哈、哦。所以今仔日才来到阮中山区这咱来办这项这个纪念活动。阮前边无偌久，伊讲教会嘛，有缘带阮教会朋友去咱遐参观，真侪人足受感动。唔捌看到这么真实、这么朴实，而且呢，真正的啦，一丝仔都无假性的政治人物。当叶夫人人甲伊的阿囝，伫台湾，唔嘛，咱大家用心啦，有时间多关心一下，多给他们一点温暖。咱台湾人讲人亡人情亡，我相信咱台湾是有情有义的台湾人。真感谢咱大家，希望咱大家哦，继续来支持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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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总长，我总长，请你来讲解，好不好？这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我们严大和严总长在现场，你不愿意解释一下吗？好，谢谢，严总长真的是非常的客气哈。
今天茶会到现在呢，有一个最重要的人，我想请他出来，陈仁杰。